我叫钟成佑，我来自三达根，我是一位转校生，在这间新的学校，我有很多快乐的回忆，当然也有坏的回忆。就在几天前，我就经历了一些事情，霸凌。我是你的学长，这边参观一下你的课室啦。嗯，好的。现在我们走了。嗯，好的。这位学长他也非常的好，他带我到处参观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，我们一路上有说有笑，我们谈得很开心。你是不爽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他欺负他，他刚转来的。走开啊你！你是不爽？对不起。对不起有用的话要警察是吗？ Sorry。要直接给我看到你啊。OK，Sorry。走。喂，这不是该撞我那个人呢？所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如果有他你，你要怎样？所以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所以。我的钱包，哇！什么？你的钱包？我的钱包？垃圾几张啊？你呀，要不要给我跑一下？哎，不要欺负他，新转来的。解决掉他快。啊，干嘛？啊？想死啊？啊？啊？我上秒数啊 ，Go， 跟你说啊 ，Go。OK 吗你？OK 吗？看。